云林斗六火车站商圈因有地理优势，店面林立。最近有房屋交易网贴出斗六市精华商圈店面出售，一看价格。9998万元，总价逼近1亿元。上头资讯显示，土地坪数106多坪，主建物55.54坪。内部照片看起来，三间店面打通，确实很宽敞，但这个价位让人惊呆。应该是有点开的太差。今麦出租了，不能没租。近亿元的店面出售出现在云林斗六市，不少民众不敢相信，但房仲分析，其实火车站附近一坪百万价格已经维持10年。那收益够的话，所以说基本上一坪都有300万、500万。像我之前卖过一坪300多万的。一坪300万。对啊，但是最平均的就是大概是在100万左右。房仲认为，这个物件除了交通机能优势外，还有店面打通、空间大，算是少见。只是平均一坪180万，租赁者买不买账，见仁见智。三兄聊的潘凌文，今天报道。